熟了。这会儿还在滋水呀，怎么办？哎呦，你这桶放真远，我去拿过去。这又是一个猫耳朵。地方不同，长的货都大小都差远了。再往前走，眼儿啊！你后边有水，哎呦，突突了这家，这边吗？我瞅了半天没瞅到。哇，这个沙太软了，哥。来，小铲了，小铲再捅。好，放旁边，这有个货。哎呀，这么大个毛蛤，黄皮蚬子，我说毛蛤，晕头的都。攻击力这么足，哎呦！看了吗？没有，没见。这儿有个货，看，出气孔在这儿。来吧，马尔罗。一个八爪鱼，我的天哪，奄奄一息了都。哎呀，再拯救一下。啥呀？八爪，奄奄一息了，没刚才那个大。太阳被你给强过了。哎呀，到时候得给你弄点水去，走。来，来，弄点水去。二哥找的一个蚬子，走。摸着了吗？哎呀，不小啊这个。肉肉在吗？在这放。啊，好着吗？啊？怎么了？好像是跑，反正没跑过分了。他没用劲儿啊。等着等着。来着，我那边还有一个。哪？桶，接拿桶来。桶这儿有一个，我发现了这个，我瞅了半天也没看见他那个方向的。小铲子，吃了那么多盐也没反应。那边，这是正往下钻呢，看到这个肉，情况了。